荐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它的面料其实是有一点棉麻的材质，我觉得非常的舒服。然后它其实就是软软的，然后很透气，你不用怕闷热，因为它就是透气感的棉麻材质，所以整件你可以美美的，但是不会很热。而且你看它侧边还做了一个开叉，这个即便是娇小的女生，我觉得它做了这个开叉设计，就是让你们看起来就是它不会遮住你的那个身长比例，对，你一样可以让人家觉得说哇，你好像腿很长。整件的话，我觉得是宽松式的，所以你穿起来的话，其实完全不会有觉得很拘束，或者是很紧的身材其实方面的话，我觉得是蛮友善款的。就是、对，它是全部把所有肉都放在里面。然后这个扣子它其实是装饰的。它是装饰的排扣，对，这样子也比较我觉得胸部比较丰满，女生也比较不容易有爆扣。我跟你说，背面超美的，超美，它是这样子 Y 字型的挖背，超美。而且它后面的绑带啊，其实可以取决大家自己的松紧度，我觉得大小身形都可以穿。嗯、对，我直接配一个就是小白鞋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大家会穿的穿搭。然后你可能会想说，哎，我要搭一件罩衫，可能是遮阳啊，或者是不想露手臂的人，其实这样子配也很好看。它呢算是有一点点那种就是浅色的军。绿色，然后呢棉麻材质一般我们出的都是深色跟浅杏色的棉麻，很少出绿色的棉麻，而且它一样是配上黑扣，我觉得非常协调。我真的觉得这件洋装就是很瘦，可是其实它空间感很大。哎、欸，不好的洋装就会这样宽宽的，你就会觉得胖胖的。你看它瘦之外，它其实口袋是还是做给你，而且里面口袋也都是做非常精致的本布去做的。